那个云现在全是红色的。哦，彩霞。嗯。就有点很难解释。右转那个三角形，右转的。老白。你问路上。哎，你看这个彩霞。我一看还是个彩虹的。彩虹的。这个人就飞过去的烟的。对，枕边的。哎，还是真有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前面那个尖，而且它是在云的上面呢。你看云照吹过去，对这个三角形都没影响，都透的，云都是透的，就很清晰啊。这就是那个，是不是外星人的飞机哦？科幻片里边，科幻片里边的一个飞船。哎，你有发言权吗？这个航空航天的，从这个我是皮毛。我只能，我只能听他们小孩说。燕姐管的地方更高，更高。我等这个是，这是航空，我是航天。我靠！好吓人，陈哥啊！靠，这事情老大了。我们真的。真的人生尽失，好吓人，太吓人了，好清楚啊，是吧？越来越大了。我去，走了，走了。真的是，应该都走大运了。我拍到了。我也拍到了，我刚才拍一直拍不到，这就是华为的力量。我也拍到了，我现在真的好清楚啊。底下哪个三号的还是？你很棒，你要三张。